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又来到我们的边界囤物走。上一次我们去深渊远古城市里面大探索了嘛，把里面能搜的、能查的、能摸的东西都摸出来了。目前进度来到958个，绝大多数的东西都在中界啦，其他的就是在一些生物的上面呢。对吼，我们一直拿着地图，藏宝图。藏宝图开了没啊？我先去看一下这个藏宝地点到底有没有开好了。如果有开的话，我就把它拿回来嘛。没有的话，我就去地狱打一些烈焰杆，做一些中介之眼，然后我们就去中介，对，去中介挖一些我们没去过的嘛，我们从来没去过中介。所以那里应该会有很多，大多数的应该有，目前剩下90几个吧，有一半都在那里吧。阿尤，阿尤，好像有那么一咪咪的机会哦，到岸边了啊？没有，没救了，看来要到中介才能去了。哇，我以为有机会的，哇。就在这里，没了，没了。好吧，我们先去中介吧。还没到，差这么一咪咪，有没有？这个去完中介才有机会了。在去地狱之前呢，我打造一把强力武的弓放在身上哦。锄头应该不用带了吧？好了，这样子准备的差不多了哦，可以去地狱了。烈焰神出吧，出吧，杀死你们！哟吼！哎呦，这种打法好猖狂哦，直接在神官庄旁边等他出现，好猖狂哦。有伊欧伊飞过来了，哎呀，没射到，哎呀，别跑！哎呦，好像有掉眼泪，有吗？我的眼泪一根有了，赞啦！顺便有没有？好啦，得我死啊，死吧你们！哎呦，我的杆杆好像蛮多的咯，应该不用再打了吧？我现在应该要去打一下，看有没有。凋零骷髅，打到凋零骷髅头，好像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好像可以齁，不要走。有喷吗？就算有喷也掉到下面去了。掉头，头啊头，有一颗。啊呦，这么爽哦。说掉头就掉头。这么爽哦，还是被砍到了啦。其他的没掉了，没有连掉三颗哦。掉三颗我好像也不够齁，我除了要打凋零之外，还要用这个头那个做旗帜图案，对不对？掉三颗也不够用。我们不要留在那边打什么凋零头了，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去中介嘛，对不对？有解锁一个物品算是不错啦，今天还有拿到眼泪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回到家里来交易我们的中介珍珠啊，全部下去了啦，7颗，我应该还有其他的库存吧？有，16颗，哇，这样应该够了哦。把这个拿一半去分解，全部做成中介之眼，这样应该很多了吧？对，这样够了。帮你附一个弓箭好了，30级火焰强力耐久，我这个是强力5的，不然把这两把弓合在一起好了，好随便哦，我这个铁针是不是破破烂烂的铁针？颠倒过来有没有比较好？6级而已，好，6级。这个是破破烂烂的铁针，是耗损的铁针，好，收起来，
所以我各种级别的铁针是不是都有了？好像是这样哦，都放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出发喽，往这边走是不是？这里不就是我去远古城市的地方吗？比这里还远哦。哇，还在这里哎，还没到哎。哇哇哦，所以边界不够大，真的去不了中界的哎，想要提早去都不行哦。珍珠偏了，珍珠偏了，在这里，这里，没有哎，没有任何一颗珍珠，珍珠在下面哦，从这里浮出来了，在这里，中介堡垒在这，要塞在这，下面竟然有我。插火把的地方我来过这里了，我来过这里了。好啦，这里继续往下挖啦，我来过了欸，当时没发现有什么，就藏在这下面，当时都没发现欸，太好笑了。好快就找到了，就在这里。走开走开，好了，直接把你的这个生怪砖挖爆了。走开！杜鱼杜鱼跑出来了，杜鱼，害我烧起来了。好了，埋起来了，埋起来了，帮你把眼睛都补上去。噔噔噔噔。我带着石头哦，刚刚挖了一下，石头还蛮多的。好的，来了，噔，中介我到了，中介石，马上开挖中介石，有了有了，先去挑衅一下龙好了，等一下。我有带瓶子，有瓶子，龙席可以。来装一下，去挑衅他一下。弓箭射，有弓箭在射，有一箭一箭射爆你们呀！百步穿杨，射得有点爽。这里的好像都没有很高，对不对？再高一点，好，这个应该有了。好像没中。我小油中了，我以为直直的飞过去了，然后这个就有了，直直的飞过去，我小直挺挺的飞过去，百步穿杨，有龙骑啊，捞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多捞一点，多捞一点，我带这么多来，带这么多瓶子来。不捞太可惜了。好了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补血塔喽，从这个缝隙里射进去。等等，这个缝不好射哎。有了没有？没事了。完结了，大结局了，大结局了。龙下来了，龙下来了，盘旋的龙下来了。我砍，盘旋龙，来，不要推，被炸到，被头炸了，砍，一半了，飞太高了，没事，飞太高了，三分之一了，好，又有了，我砍。有了，有中，我中一半了，又被，这次直接垂直降落哎，喷太高了吧，
你要下来了没有了？哎、欸，差不多嘞。哎、欸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，准备好了准备好了。哦呦哦呦，他还在扭，他还在扭。等他不扭的时候，我们再砍。挥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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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挥咻！哈哈，挥咻哈哈，挥咻哈哈。哎，这次喷太远了啦！我直接丢。哎呀，我本来想丢中间分支，直接飞过去的，可恶！原本以为刚刚就会射完的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那就考验我的功法咯，这只龙已经随便摸一下就会死了齁。哎，等你，哎哎，我原本以为那一发会中的，我真的以为会中哎，嘿，嘿，中了齁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他就是要飞回来死台就对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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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建议我用搭桥的方式，他说边界内有一个中介城，建议我用搭桥的方式过去。哇哦！所以我现在还不能直接去，就是用中介者要门飞到外太空就对了，会死有没有？好啦，先把这个龙蛋拿到手嘛。哎呦哎，他刚好就在这哦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龙蛋到手，银河飞龙，叮当当！哎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合成一下？哎，有哎，中介石砖，我先这些材料够吗？哎，好了，要我们叠我们就叠啦，好不好？去找中介城。我现在有迅捷潜行了，应该会叠得比较快吧，对不对？迅捷潜行已经打在裤子上了，叠起来应该会比较顺手，比较爽哦。哎，我看到中介城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中介城有中介船吗？哎，哎，不知道哎，还有一段距离哦，再垫过去。看到了，哎、欸，堵对边了，哎、欸，有中介船在这里，又叠了一组，看得比较清楚喽。我现在害怕的是我身上的方块不够了，不知道够不够、欸。不够的话，我又要原路返回再挖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先垫啦，垫完再说。哇，近在眼前了，我过不去就是过不去，没有可以垫脚的方块了。这里应该还差200格左右吧，一两百格、啊。好了，先走回去了啦，没有方块垫了啦，到达中介大陆了。真的就在边界附近来，等一下我的船。我的船不会还在边界外面吧？哎呀，哎，等等，好像是这样哎、欸。我的船，哦，没有，在里面。哎、欸，可是那个龙头好像还在外面，是不是？啊，有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龙头，我有看错吗？哎、欸。上面没龙头吗？啊！好啦，先进去探索一下啦。没有龙头，怎么可能？还是我们先打一下这个？这个我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先处理一下这一个。我有带剪刀来剪一下这一个。这个要不要剪啊？这个不是哦，这个应该拿不到吧？哥莱花可以，哥莱金我记得没有这种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丝绸之处搞挖看看。也没有掉，好好没事。
好了，正式杀进去了哦，中介城，我们来了，中末都市，掉壳掉壳掉壳吧，掉壳吧你，哎，有吗？啊，一个壳都没有掉，你们跑到哪里去了？好了，拿到中介族了，我真的很怕那艘船没有吸进去哦，顺便把这些什么紫破砖系列的也稍微挖一下好了，这样子应该就够了吧？这些紫破系列的有了哈，这个半砖的应该也可以，哎，这不是半砖哦，这个才是，这个应该也可以吸一下，增加我的宽度，边界的宽度。哎咻，哎咻，砍死你！砍死你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不要，不要啊！我要吸，先飞飞飞飞出去好了。中介壳要多少个啊？有16色加原色，所以至少两个做一个。这样子的话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所以我需要16、18，至少要18个，是不是？有啊有，而且他们这样持续的打，其实还蛮痛的。持续打还蛮痛的。有了，拿到第一个壳了，才一个而已，离我们要的数量好像还很远。这要怎么办呢？哦呦哦呦哦呦，这里好像也有机会哦，再打一点。等一死，我来。哦，这里太多只了吧！哎呀，这个这么好的地点竟然没有掉。哎，这个会掉吧？哎，让我拿！哎，中介船，我们来喽！哎呀，错了，没丢好，还好没有死，什么鬼啊？丢得太烂了，吓死我！再来一次哦！哎呦，这一次丢的好多了，比刚刚的蠢样好多了。哎呦，哎啊，这个又没喷，我现在才挖到七个耶，七个不够啊，七个怎么够？完全都不够。好了，这里面的东西其实我都不太想捡了，因为都拿过了。我主要是这个天下无难事，好了，解决了哦。还有船头的龙头是不是？哦，有。我以为龙头是不是不见了，害我很紧张，有没有？龙头入手，叮。这边做的挖的差不多了齁，哎，那样子我可以，不行，我不能回家。17个，我总要18个，我总共要18个，加一个戒符盒当做纪念的话要19个，哎，真的不行哎，19个还不够啊，看来我还是要想办法回，先那个再回去打，让他生有没有？那个戒符弹自己打到自己会生嘛，只能靠这招了。好了，19个打完收工了。没想到这一座塔里面有这么多戒符壳，哎，我也是有让他被炮弹打一下啦，那个让他自我繁殖一下，不然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么多个的。回去了，还是亏我这一把掠夺。到哎，这个中介的应该拿的差不多了吧？回去把一些什么石砖类的啊，还有把这个哥莱果也烤熟来哦，差不多回家喽。想不到我的肚子饿成这样哎，换的吃的太少了哈。来把我们的这个东西烤一下啦。紧接着就是中介石，切切切切切切，哎，这些好像都做过了，哎，没有哎，中介石切切，紫破砖切切切，紫破砖不用切了，那个都挖完了。爆开的哥莱果也拿在身上嘛，这个哎，这样子中介的，啊，是不是只差戒符壳做一做而已了？
那我颜色都拿一个出来染一染好了。先从最一般的做出来，最一般的就可以直接这样染吧？哎，可以耶！哦，好，那我一口气先把最一般的全部做出来了。我是不是算错了？我有16色，所以要32个。哎，我怎么会觉得18个就够了？我怎么了？套咖，我头撞到了是不是？现在完全不够啊！哎，啊，哎，怎么办？那只能染过之后就洗掉。染过可以再染吗？哎，哎，染过可以再染吗？染看看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失算啊！染过。先拿在手上，白色的，然后再染一次，变浅灰色的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染过可以再染。嗯，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太可惜了。好了，那个我只有9个了，没有更多了。我们该染的颜色都备妥了，来开始染啦、啊。只能这样子重复染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不然我是想要每一个都保存下来的。好啦，没有就算了啦。啊，染染染染染，哎，全部染完了，这样子所有介福壳都有了吧？介福壳，介福壳，介福壳，哎呀，好多哦。可惜只能留这么一点点而已，对不起，我的介福壳数量就这样，我已经把那整个中介层都打完了，繁殖太少了，应该让它再多繁殖一点的啊，杀得太爽了。现在来酿造龙之吐息啊，把这个飞剑药水都酿造下去，龙之吐息哦，这样子他们就会变成自流药水，哎，自流药水附到剑上面。哇，又多两种哎、欸！其实那个药水剑可以跟村民交易啊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开到那个等级而已。好了，没差了啦。哎、欸，自流药水，然后做一个药水剑，不是这样做，它是围一圈，是不是不能在这做？药水剑，耶、yeah! ！这样子应该利用的蛮完整的。药水我是放在哪里？啊，不，我把自流药水挑出去了。我只是想开箱子而已，不小心丢出去了。要放在这里的。好啦，再帮你酿造一瓶呢、啊，酿造出来了，只有自流效果的水哦，就是一个没录用的水。哎呀，我看一下我目前还缺些什么好不好？哇，1002，剩下45个，95%了。哎呦，哎。不到一面了，就这一面，我就剩这一面，缺最多的是唱片，还有这个不死图腾，我要突袭才有不死图腾，因为我在这里没看到房子，要突袭才有。然后这个海灵核心和海洋之心，要等最后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要全部解掉之后，才有可能再靠近，可能要先打。凋零才有机会，还有我的玉髓方块。哎呀，嗯，好，下次再说好了。